凡恩姐姐今年十岁了，妹妹马上就七岁了。做了母亲之后，尤其是做了两个小孩的母亲之后呢，时间肯定是没有那么自由，都得按照小孩的节奏走，只有等他们上学了才会有属于自己的时间。对，我非常喜欢墨绿色，然后这两年比较流行墨绿色嘛，然后我觉得墨绿色跟我家整体的装修色调都很搭。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些博主分享他们家装的图片，是简约现代风，就是我比较喜欢的风格，然后我就按照这个风格去搜了一些品牌，就认识到了 Grado 这个品牌。夫妻之间相处呢，最主要还是要信任对方，尤其是老公一定要绝对信任老婆，不管是从家里的安排或者是孩子教育上面，然后给老婆充分的信任自由，然后另外最重要的是呢，老公要赚好多钱给老婆买买买。